大家好，我是徐晓东，今天是2020年的十月，稍等啊，十月十八号，完了，北京时间下午15:18，我现在位于，大家看一下，看这儿了吧？位于武当山的这个武当狮行功夫馆，马上就到了啊！我接着往前开啊！今天的任务来干嘛来了？来武当行吗？我都做了好几集了，这回就是来这儿见见陈世祥老师，完了之后呢，明天什么的再去见见钟云龙吧，云龙老师，那个看看武当山嘛，对吧？中国武术的两大神山，嵩山少林、太极武当，咱得见识见识啊，对吧？所以说今儿来了，没有任何什么挑衅的意思啊，就来看看来，啊，稍等啊，我慢慢往那边开。我们先到的武当山好像。现在去，他们说时间来不及了，我们明天吧再去爬一爬武当，拜一拜武当山。东哥是无神教，50米后到达目的地。但是呢，哪个佛哪个神我都拜一拜，咱别得罪啊。而且道教呢是中国唯一的一个自家的文化的教，也不是佛教，佛教人家印度的，所以道教是国产的，纯国产的一个教派。强哥，我说没错吧？没错，道教对吧？然后捉鬼，有人说那东哥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没错没错没错，东哥这回自投罗网，自投罗网。同志没电了，你可以跟我说，我给你充啊。记得都带着，怎么还没到？家道家都是佛家是舶来品。完了，道家还有哪家是中国的？儒家。哦，儒家是，但儒家他没有那种。参拜的东西吧，好像只有道教孔子啊，拜孔子啊、哦、对对，拜孔子。但是儒家算是狮行太极道院附近，到了，目的地在您左侧。行嘞，本次导航结束。看能不能停下来啊。哦，能停下来，看看啊。呀呀呀，谢谢同志，我们到了关火进去呀。怎么了、有人是吗？哎，哥们儿你好，那个找一下那个陈世行老师。不拍了。哎呦，陈老师来，来大家看一下。我是徐晓东，现在找陈星陈老师了。先停下来。好，先停一下，好，不要拍。干嘛不拍啊？你离别过来，干嘛不拍啊？哎，这我手机啊，可别动，那是我自己东西啊，小伙子。先不要拍，先不要对着拍。你别拍是吧？先停下来。那别拍，那等会儿吧。你拍完那边，别拍我就行了。陈星陈老师，来吧，我徐晓东啊。握握手吧。有点事。你有点事儿，那怎么着？那我今天过来了，您等一下吧。那我这边来，哎，大家看我，我到这个陈世行老师的那什么武院了啊，我到了。陈世行老师呢说有点事儿，我就在门口，大家看一下。我来登门拜访，这个跟大家解释一下，登门拜访，没有其他的意思。来，哎，陈老师，我等您啊，在门口，您快点啊，我等您。你看啊。陈老师有事儿打电话走了，在这儿先等着啊，跟大家说一声。这怎么回事？这是我这发个消息给大家，就是我们这儿过来了，完了陈老师刚才也看见了，就在门口呢，完了出去了，说接打个电话，到现在了。我这也发个信息吧，不知道他说什么事儿，给谁打电话，谁知道啊。但是我到这儿了。我到这儿了啊，找陈星陈老师，陈老师出去了，刚跟我说，我看见人走了。我到这儿了啊，找陈星陈老师什么？下午3点，我在陈世行老师这武当学院这儿。徐晓东，10月18号下午3点，我在陈世行老师这屋。
哎，那没辙，等着吧，关了吧，待会儿再说吧。等他来了，他来了就没开始。走那么老远，你说真是的。不秀宫10月18号下午，3点，我在陈氏。陈老师呢？他有事。哟，那我们那儿等等吧，我千里迢迢赶过来。你们也不用等了，校长不喜欢一把把玩蹭蹭热度之类的。我没有热度，他在我面前没有热，你们这老师没有热，谢谢。我是实践承诺，完了陈老师对我有误会，我过来跟陈老师说清楚。来录一下，这个我也跟您说一下，就是没有陈老师了吗？问一下，那什么时候可以见我？我不是热度啊，我要解释清楚。陈老师对我有误会，他现在没时间，他有事。那今天什么时候？没事，明天也行，好吗？别拍这老师，好吧？这不拍您，那咱们就说就行。那我明天过来，我跟您说啊，麻烦您啊，跟陈老师说一声：第一，绝不骚扰；第二，绝不捣乱。什么笔或者是我什么都没有，我过来干嘛？就是聊天。所以您放心，我也不碍惹事，我就是跟陈老师解释一下。一般不喜欢怕你们跟他拍视频了，哦，那这么办，我要跟你商量一下，别拍啊，我跟你商量一下，能不能？这个没得商量。不，我不拍了，我自己，他们都回去，我明天我再自己一个人过来不拍了，跟陈老师见面，你说这样就不拍。这么办，您问问他，我也不着急有答复，我这两天都住在那个宿舍，所以我等您信儿。您要说还不行，我就没事，您放心，我就回去。你直接回去。行，那我先回去。直接回去吧，应该是他这几天都有事，都有事这几天。对，他天天忙。哦，好，对吧？忙的话，他一般是没事，刚刚我们有事。行，那您这么说我就明白了。您给陈老师带个话，就是我来拜访，只是说明原因，陈老师不见就不见了，没事。但是希望陈老师以后在网络上说话的时候要注意，他在抖音上拍也是为了热度。我需要从全国不上任何的网站，让陈老师自己还有你们哥俩都有手机。查我徐晓东三个字百度查看有没有，我徐晓东抖音快手任何全没有，所以说你说热度，小伙子我问你啊，我哪热？我只是牛逼而已，因为我真，我对你们武当没有任何的吧，我绝对尊敬。但是陈老师在他的抖音上说我蹭热度，说我玩，这让我非常不满意，所以我今天上来跟他说清楚。网都是进来，都是您说的是。所以说，我也跟您说，陈老师我见不着，您二位说一下，我一会儿马上就走，绝不捣乱，马上就走。但是一定要跟陈老师说，我全国都没有上网，我全国都没有我的文字，没有，我只是一腔热血，真要跟他说清楚很多事儿。明天我去拜会钟云龙老师去，不行的话直接到教那我来，东哥还有点面子，我去拜会，我要把这块解释清楚。谁去拜访我师父？是，但是我想问一下。陈老师在哪儿？我都不知道在哪儿。就是您说大概，我去拜访就行。没事，你到随便哪去问就查，都可以查到我师傅啊。行，去查可以了。那我能联系到吗？这个你们自己去查吧。那我自己查，那谢谢您了。完了，麻烦您把这些话给陈世行老师说一声。好，我是70后，陈老师80后的，我只能管他叫小伙子。但是这小伙子希望就以后说话的时候，尤其是对我说话的时候，要思考再三再说。他现在也没时间搞网络这些，天天忙。他最近好长时间都没搞了，他天天忙了很多事。好的，那行，那谢谢你了，哥们儿，谢谢啊，哥们儿，谢谢。哎，道教我问一下，是这个还是这个？你只要诚心都好。我绝对尊重，所以应该我只要你诚心，什么都可以，都一样。谢谢您们，拜拜。走吧，秦哥。第二了，别找人家啊，咱别找，找我就行了。走吧，强哥，咱。哎呀，打扰强哥，还得跟我一块跑一趟。
接着录。他们全中国的武术，只要您能想得到的，没有秀东道不出的地方。任何人见我，基本上除了跑就是躲。实话，我也猜到他不会，要么不见你。我全中国走，不管新疆啊，还是他妈的香港，还是海南岛，我全中国的去，就拜访这些各种各样的武林大师。后来我拜访来拜访去，发现基本上都是传说。你看的那些武术这那的，都是传说呀。你看看我跟钱哥，我们俩异口同声，嗨，没辙。明天去拜会钟龙云老师，那是我也很尊敬的人。同志们，就大家也别误会，说秀东你那么嚣张，没有，东哥不嚣张，东哥只是牛逼而已。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，东哥不嚣张，只是牛逼而已。我今天堂堂正正的来，也是想把他抖音上对我的一些谬论，我解释清楚，仅此而已。我对武当，对陈世行老师的学院非常的尊敬，没有半点不敬。现在呢，就是我们要去吃饭，完了之后，明天接下来可能最近一直在武当啊，我也学习道教的文化。我说的是道教文化啊，不是武术啊。完了，看能不能拜访哪些老师啊，我也拜访哪些老师。完了，今天现在呢，就是只能到这儿。为什么？我尊重每一位老师。陈世行老师说了，忙不见我。那我就不跟人家说话了，大家明白了吧？咱们绝不能打扰人家，打扰人家那算是骚扰捣乱。东哥不干这事儿，东哥只是正规、合理、合法的做事儿。行了，这个录播呢到这儿，本来我想直播的，但是这个信号确实麻烦，我就不直播了。这是录播，完了我一会儿呢，我争取就放到网上，或者今儿晚点的时候放到网上。再次呢，谢谢大家。好了，但是我在武当没完啊，今天我要拜会一些朋友，这事儿没完，好玩的在后头。逼迷万岁，拜拜了。